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啊。对口相声是两个人说，现在是给你拍的啊、哦、没人拍啊，干啥？对，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您说的太快了，大伙儿都有这疼儿女的心啊。怎么说话呢？您这都认识？是著名相声演员吕谦。吕谦呢都认识吗？吕老师吗？嚯，吕老师他不怕踢着是吗？你看吕老师于谦啊，于谦，于谦啊，对不起我说错了，哎，于，嗯，大家都会写，是左边一个马，右边一个户，对，这不还是驴吗？这个驴也驴啊，驴啊，马户驴吗？马户驴没有马户啊，干沟驴，干沟驴啊，干沟驴、啊、哪有驴？没有驴，没有驴，哎，没有驴，这事儿闹、啊、没驴啊，今天没有驴啊，今天没驴，哪天也没有驴，哪天也没驴啊。对，那你说他干嘛呀？谁说？你说的，上来算我没说，算我没说，嗯，哎，都认识您，走着街上都知道说相声的于老师，半熟脸，甭管哪儿来的，哎，说相声的啊，于老师是也背不住，有那个叫不上全名的来。你刚说半熟脸吗？哎，叫于什么来着？想不起来啊。于，他就站住了，是啊？我还真听话呀，是怎么的？当牲口这么叫吧呀？说明大伙儿喜欢您，喜欢我，好，我也喜欢您呐。您啊，人很好。很厚道，应该的，挑不出毛病来。你又捧我了。整个中国说相声里边，说再挑一个跟于谦一样的没有，过奖了。除非在古人里边能有人跟您相提并论。古人里边哪人比我？司马迁，或者写《史记》那位啊，跟于老师一样，大史学家。您瞧瞧，蔡伦，造史术，跟您一样。哎呀。郑和，郑和，郑和，跟您一样，还有吗？东方不败，啊，东方不败，李宇春是，嗨，行了行了，对对对，韩红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那跟他们都没关系，都跟您一样的，差远了，这个了不起的人呐。好人，我得念您的好处。您干嘛这么客气？实话啊，哪儿的事？实话，我是从这家乡的人，我不说谎啊。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啊，浑身是铁，打几根钉子？这话对了。没有别人的帮助，你到得了今天吗？你瞧瞧，所以我今天我面对家乡父老，啊、我郑重其事的感谢一下我的夫人。这里到底有我没我？啊，这里到底有我没我？有你啊。说我呀，要没有你我早就红了。哎，嗨，我一直搅和来了是吗？没有，这开玩笑啊，别闹着玩。嗯，你这么说他没事儿。那是，你要说别人，别人就该告我去了。他没事儿。没事，厚道实在。嗯，我们哥俩跟亲哥们是一样的，有交情，对我是真好啊，应该的啊。这、嗯、这个出来进去老提醒我，您擦擦汗啊，挠流汗，嗯，别拿风拍着啊。是，前些日子在北京演出一赶落、嗯、发烧，带着我看病去，病了，楼上楼下打针吃药，忙里忙一脑袋汗，嗨，咱们受不得，咱说良心话，您瞧，你亲儿子又怎么样？哎，这叫怎么说话呢？我受不了。我给买双鞋是怎么着？什么呀？你这能带着推个头去是吧？得了得了，你拿我当儿子了是怎么着？我不知道我怎么表达这个心情。那也没有您这么比喻的。真好啊，天热也是如此啊。嗯、啊，天凉天热都很照顾我。是，天气一热，我这算要了命了，怕热，我不敢出屋。是，开空调坐屋坐着。嗯、啊，找我去了。嗯，走，带你运动运动，出点汗。哎，活动活动吧。咱们上那个游泳池去游泳去，多好啊！我才不去呢。为什么？游泳池脏。游泳池怎么会脏啊？好些人都跟里边尿尿。谁说的呢？都尿知道吗？是吗？我不去。嗯、啊、他劝我，那怕什么了？嗯、啊、许他们尿就许咱们尿啊。咱也干这事儿去啊。我说更不去了。嗯、啊、我也不会扎猛子，我也不会憋气。嗯、啊、你说万一再齁着我呢是吧？嗨、哎、哪至于那么闲呢？你知道谁糖尿病啊？嗯、哎、甜口的了都是。不去。
他自个儿去了，嗯，高兴啊，也是天热，嗯，游泳池里人多着呢，那是、啊、哦，大姑娘小媳妇跟那儿洗游泳那儿游，他站在池子边，太好了，嗯，天太热了，嗯，带老朱也洗洗吧，对，什么呀？当当当，底当当当当当当，别了，我到盘丝洞了，是怎么的？哎，我记得电视剧有这个画面，那是猪八戒，跟我没关系。在那玩吧，游泳吧。下午3点给我来电话。嗯，德刚，你带2000块钱赎我来吧。怎么了？尿尿让人逮着了。嘿呀嗨！我真没溜，真干这事儿去了。看看，我得去呀、啊，交钱带他出来。嗯，我是没这样的，师哥啊。是啊，够10000人跟里边尿也没逮着过啊。啊、嗯，你怎么回事呢？啊、嗯，嗯嗯。他们都跟池子里边尿的，我呢？我站在岸边尿的啊！我太傻了吧我不至于。实心眼的人，那叫啥？过了没3天，又给我打电话，还干嘛？你带2000块钱赎我来吧？怎么还赎？尿尿又让人逮着了，这也太笨了。交罚款带出来，我说你疯了。说说吧，你又站在岸边尿的啊？我没有没有，我这回是在池子里边尿的。那怎么会让人逮着了？上回罚了几千块钱，我挺生气的啊！一上火呀，我那尿是黄的。嗨，你这玩意儿，我也没敢啊，站着原地尿，啊、我一边游一边尿，带红箍都看见了。哎，啊、逮那飞机拉线的，是你吗？我自己画条线让人逮我去是吗？这是说明您实在，您那捧过了，大伙儿都乐了 啊！我解释一下吧，解释一下，啊、说相声说的都是编的，开玩笑。刚才这是真的，行了，还真的。我就是反正不好活动，嗯，但其实我个人来说吧，我自己业余活动也挺丰富多彩，爱好多是吗？我有时没事跟家，比如你练练毛笔字儿。哦，好静，这也行啊。书法，颜德墨天宝了，比如跟这写字儿，嗯，不也是陶冶情操吗？那是好啊，是不是啊？当然啊。画画，哦，跟屋里反好静不好动，水墨丹青什么的，我喜欢这个。嗯啊，有的时候你真品你弄不着，是你买点那个人家出版的那个，嗯，你照着学着画，那叫临摹呀，陶冶情操嘛。对，我最爱看的就是那个谁呀、啊？那个是大作品，那叫、嗯、北宋。有一个大画家叫张择端画的、有这么一位哎，《清明上坟图》啊，嗨、哎，就是宋朝啊，清明那些个寡妇啊，对啊，上坟上的哭。您说这小寡妇上坟，您给画下来了，知道吗？那我就好画，画多了做旧，做旧，然后拿出去卖去。您做假画？不是，你这艺术品吗？工艺品嘛，哦，哎，做旧，看着跟真的一样啊，是吗？黄焦焦的，净外国人买，哦，买完回去挂屋里边，是，有时候卖完还找我来，干嘛？那个前两天买您那画啊，屋里挂好了，这两天下雨，怎么屋里骚气味的呢？啊，您撒尿做旧来了？做旧嘛，做旧，您也上火了，知道吗？对。我才不往心里去呢。哎呀。陶冶情操，就这个呀。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、我有时候爱看书，爱看书。看书是好习惯。天文地理，嗯，科技，好、有关科学的那个，我最爱看。是啊，我给科学的书，科学。我就想啊，喜欢。你说有一天我要是能成一科学家多好？您说科学好不好？科学家，科学家啊！我研究一太空飞船，自己啊！你说那个多高科技？嚯、买点铁皮啊，腾腾腾腾一打。打成太空飞船，您这做烟囱呢是怎么着呢？太空飞船买点铁皮做呀、是薄厚的都有，薄的厚的啊，弄好了在时空隧道里穿梭，想的还真好。做好了关上门，在里边把插销插上，时空隧道里还有插销呢，桶钥匙一开，嗯、开着我的太空飞船啊，在时空隧道里穿梭、两边呢电线杆子唰唰唰。您这不是在时空隧道里穿梭啊，您这黑胡同里开摩托了，是吗？总爱打击人没意思啊。废话，哪有电线杆子这时空隧道里？我这个想象啊，没事就多接触吧，多接触吧。那倒是，眼界开阔呀。嗯，没事上网聊天。好，说相声呢，接触的都晚。是，好些说相声的家里连电都没有，现在知道吗？啊，咱们最早接触电脑。好啊，跟网友聊天，下载国外那个大片看。
哦，您还喜欢？有一外国大导演，你知道吗？斯皮尔胳膊。对。我就耐他这个，您知道吗？最好没有大腿啊，这里头。外行人笑话。谁笑话？斯皮尔胳膊。斯皮尔伯格。伯格。对。外国人的名字得调过来。这已经调过来了，这个。还调一次干嘛呀？还一条胳膊呢？不是掉胳膊，知道吗？哪条？一个胳膊，人就叫斯皮尔伯格。斯皮尔伯格是吧？对了，我就爱看他拍那电影，是吗？没事看看这个，长知识。啊，那倒是。别老在屋里待着，适当的可以出去玩一玩。那叫旅游啊。可以啊。是啊，陶冶情操嘛。我哪儿都去过了。我不是我跟你们各位吹，我都去过了。去过哪儿？哪儿？你看东三省，咱们去了。东三省好。自古常言说得好，东三省出美女。对。啊。东三省出美女。对呀、啊，我在全国遇见的美女基本都东三省的。您没去过什么好地方？陶冶情操嘛。是啊，您就靠这陶冶情操、啊。对，陶冶情操。苏州、杭州，那地方出美女。苏杭出美女。对，这是古话，对吧？盛放。盛放，你看这坝周边上啊，盛放，盛放出美女和螃蟹，对，这都挨着吗？这个，四川，川妹多情，出美女，湖南，湖南美女甲天下，您出去没别的事儿了吧？我陶冶情操吗？您看点别的好不好呢？您有什么可看的？就这么一个，你太俗气了，你这人。我呀，太俗气了啊！港澳台咱们也去了啊，那好地方，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去过吗？我没有。哎呀，是晚辞去，快去辞去。什么呀？我就死去，快去！没去过那儿，我就死去。咱们都去过香港，那去哎，香港去过，香港我去，我准备过些日我去啊，那儿有新建一公园。什么呀？就是那个跟美国那卡通片什么米老鼠、唐老鸭那个弄的、对对对对，那个比基尼公园。是。我没上比基尼去过啊。是啊，我这回我探索一下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那儿管得紧着呢，那儿。我花钱了吗？花什么钱啊？啊，迪斯尼乐园。迪斯尼啊，比基尼是三点式，那是两码事啊。我说的呢，要迪斯尼就没什么意思了，不去了。台湾我也去过。哦，台湾。哎，去哪儿了？台湾有个日月潭，知道吗？有啊，有名。日月潭。啊，我弄点止咳糖浆，我上那儿卖去。干嘛呀？喝完我这个日月没痰了。您上台湾化痰去了是吗？不咳嗽不喘。谁喘了？哎，还有一个那叫澎湖湾。有啊。你要疯啊是怎么的？这澎湖湾我是很了解。怎么呢？因为过去有一个那个唱杆的演员呢。唱杆的呀。唱不唱废是吗？唱歌星吗？歌星啊。对，歌星刘文正。有刘文正都知道吧？对，文字的刘文正、苏文茂、魏文亮、张文顺、李文山、邢文昭、王林，文字的人不跟说相声的往下排、知道吗？刘文正唱这澎湖湾多好听啊。是姥姥的澎湖湾是吧？外婆的，外婆就是姥姥。那也不能听用 啊，怎么唱的呀？你看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这还对，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噔噔噔的噔，噔噔噔的个的个噔，噔噔噔。行了行了，刘文正是唱二人转的是吗？我就爱听那过门的。当当当！您主要还跟《西游记》有关系，这个。我就爱这个、爱这个。说点别的，还有那个闹门，闹门，闹门啊！您挠门去了吧？您哪儿闹门？ 我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废话，什么闹门？就是澳门。对对，澳门。对，我上那儿赌博去。啊，赌场多，赌场居多。对，那比这不都大啊？啊，都灯管，一溜灯管，都灯管啊！谁说的？正当中有一桌子，有一小姐跟那发牌。对，我跟那黑社会，我们俩赌钱，跟黑社会赌钱。他站那儿，我站这儿，一人后边站四个人，您也西装、白衬衣、打领带啊。牌出完了、我们俩一块儿开始，摁枪。老大，哎，三局两胜嘛，两拨黑社会这跳房子呢，这。像话吗？要不少点酒下？那不，没有这个。我喜欢，我就喜欢这个，爱这个，玩呗，豪赌呗，
豪赌，豪赌，嗯，这都国内啊。是我最喜欢出国，啊，外国玩去。我爱吃西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还行。掖好了那布，记得了。嗯，一手刀，一手叉。对，外国那小肉饼，嗯，切开了里边有里脊，对，知道吗？撒孜然，抹辣酱，我一能吃四个。我这，您拿刀叉上那儿吃烧我们家里脊去了是吗？来碗刀炝锅的面汤，我俩锅，哼。您不是爱吃西餐啊？您这整个一个北京的那个早点，知道吗？讨厌，讨厌，我就喜欢这个。出国、嗯、看看国外风土人情啊、嗯，陶冶情操嘛。啊，这也陶冶情操。你没去过吧？没有。你快死去吧！我什么呀？你哪儿都没去过。这您这您这辈子白活，真的这辈子白活。我就听您介绍就够了。美国去过吗？刚没去过。完了，美国见过吗？有一标志性的建筑，什么？举火把那个啊，自由女神像、啊。对，神像。啊，人家没病，知道没病，老那儿站着，什么呀、啊？自由女神像，记得吗？举着火把，是拿本书，就这姿势。你说你不服人家美国人怎么了？人家这个上进心啊，啊停电了也得看书啊。嗨，根本就没那份意思，胡给人理解。我就喜欢那个是吧？嗯、啊，他们有人问我意大利去过吗？我就不去。怎么不去？我不乐意上意大利。为什么？意大利两大土特产。什么第一是黑手党啊，黑手党我见过。怎么？我在澳门，这嗨，玩过牌，是黑手党玩的这东西。第二个，他那个斜塔，比萨斜塔，比萨斜塔有意思吗？怎么没意思？歪着个肩膀跟那站着啊！我跟张文顺那么些年早看腻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这嗨，张文顺是比萨斜塔代言人。对了，我都快看吐了，我不看了。看那鞋子就恶心了，现在、哎。西班牙去过吗？那斗牛啊，你去过吗？我是没去。你快死去吧你！你死去！你老问我干什么？西班牙呀，大你比这个屋大，大伙儿都坐边上，正当中 啊，人家不坐人啊，跑那牛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当当当当，你当当当当啊，那个那个的，这牛非跑乱了不可。这什么音乐？这是就过来了啊！牛大耳朵，大耳大长鼻子那牛，一个人都。跑一大长鼻子大象啊似的。对，你管那个去了、啊、这边人家斗牛不是一个人啊，多着呢，他不是一个人啊。对，黄健翔教给我的，他不是一个人。嗨、啊、人家都不爱、哎、我就说这意思 啊，有帮衬的。什么？他跟这儿啊，他拿块布。对，他拿块布斗牛挡着牛啊。是，哎，旁边有那一块帮忙的。对，他这一抖楞、嗯、旁边这帮喊掌柜的别让了，再让就呸了。这帮说相声的哪儿都去感觉上那儿说帮说活去了是吗？就说这意思。西班牙就说相声。埃及去过吗？别老问我，我没去过。我一猜就没去过。有个那个啊，死去！我招你们惹你们了？没去过还不死去？没去过就死去啊？你死埃及去！您听，就前面这几番他像去过的吗？这个啊，我去过，我就爱、啊、您说说埃及。埃及好玩、啊、怎么埃及？但是我不乐意去。嗯、啊，他们歧视妇女，怎么歧视妇女、啊？还有一个狮身人面像，对呀、啊，都狮身了还弄个像糟践人家。哎呀嗨，不合适，什么呀？知道吗？还有那个法老知道吗？木乃伊拿白布裹着那个，是嘿，那个好啊。怎么了？你说那样好些年了吧？说是这不少年了、啊、很多年了。这你说我扛出俩搁在沈阳道，我发财了。我蹲那儿我就卖了。别扛东西啊！我偷出俩来。行，别偷了啊！前些日子您就偷俩兵马俑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是吗？我不记得。这偷俩出来吧，偷俩。人家也有数，晚上还点数呢，全太高科技了啊！67到，还到68到。69，啊，那儿了，那儿呢、啊？这是我扛一半，这是扛到那儿去了、嗯。别让我费事，自个儿回埃及啊！这都有数，知道吗？埃及有点意思啊，有点意思、啊。法国怎么样？法国很好啊。好啊，啊，法国是一个很浪的城市，对啊。我们就说，我们别说了啊，很浪漫的城市，慢点浪。你这浪的就不慢了，这个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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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客气了，就是浪漫的城市。法国很有名的那叫什么凯旋门呢？啊，对，都看过吗？标志性建筑。这咱们要弄过来啊，给那头气死啊、嗯，跟这边烧砖，小景德镇，谁给起的名字？这是啊，小改砖窑了，给人家凯旋门。他们还有一个那叫什么来着？啊，那叫卢浮宫啊。啊，对，有的卢浮宫。去过卢浮宫吗？没有。别让我费事儿。嗯、啊，我死去。
我不死去，您说得等我说完再死去，等我说完再死去。您说吧。卢浮宫挂的都是名画，对，齐白石的居多，对，啊，大白菜、萝卜、撇咧、茄子，画一颗白菜卖好几十万，能画得好？你说这要他画一个长春道菜市场啊，那了不得，有画菜市场的吗？这个。太好了，我就爱看齐白石的画。啊，白菜啊，茄子、萝卜呀、啊，鸡蛋、韭菜呀、啊，是吧？肉末、芹菜啊，啊，啊，羊肉、白菜呀、啊，是吧？牛肉、胡萝卜。齐白石净画馅儿是吗？我管你管着吗？你管着？废话，你说的就是馅儿。你哪儿都没去过，你还这个那个，知道吗？没事出去看看去吧。我是打算出去看看，别老跟家里死，没意思，知道吗？我外边死去是吗？你外边玩去，多可乐。我那哪玩去？你看咱们。接长不短，旅游去了。啊，哎，我到哪儿都头等舱，坐飞机。坐飞机我必须是头等舱。好，除非他们把我轰出来啊。哎，一回头等舱没坐过。谁说的？老轰出。人买票那儿写着了。啊，头等舱、商务舱、公务舱，站票是吧？对，都有。站票。飞机还有站票？花钱买，买完了，你很少出国。我是没出去过。哎，拿着票，我跟大伙儿普及一下啊。啊。出国，我那回还出国了。嗯、啊。俄罗斯。哦，上俄罗斯，我喜欢俄罗斯啊，是吗？有一歌夸他吗？叫俄罗斯上好风光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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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上俄罗斯扒火车去了是吗？扒火车干嘛？废话，铁道游击队的歌的。买票，买票上俄罗斯啊，到机场先过安检。对呀、啊，安全检查，它有一门啊，打那过啊。对，站着先。怎么亮的？你人检查你啊，你带着水果刀，嗯、啊，带着什么枪？是，带着方天画戟啊？带这干嘛？带着什么大砍刀？不让过啊！不让过啊！废话，不让过、哎。你解开了怀，跟这等着。啊，人空姐过来吞裤子。啊，吞裤子？万一你要带着狼牙棒呢，是吧？往哪儿藏啊？这东西是废话。你高科技，你是吧？嗯、啊，查完了没有？记好了，走里边去，走，别急啊，都有座，都有座啊。啊，哎。往里边走，头等舱。嗯，头等舱是飞机上最好的位置。那是，坐在前面也宽敞。嗯，坐好了，空姐端热水过来了。干嘛？先烫脚。哎，对啊，飞机上烫脚。嘿，烫脚，高兴，等着。嗯，一会儿功夫，空姐过来了。是，劳驾几位，下去给推一下吧。怎么了？打不着火了。好嘛，多悬呢这。下来好几十人推飞机。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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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一帮猪八戒推飞机呢。多难看呢！您这姿势，讨厌，不用配乐，推他一使劲，怎么了？走了啊！我们怎么办？哎呀，回来！你要不推他，他就走了，走了啊！走了，飞机场里安排我们等着啊，上贵宾室那儿等着去。是，等着，等着，等着，一会儿人那儿喊了：“您乘坐的 K1546 架飞机已经丢失。嗯”对啊。有时候的请与前台联系，谁满是捡飞机去，管他那个去，等着吧、啊、一会儿飞机来了，上飞机来了，坐飞机上，坐头等舱，奔、嗯、我心爱的俄罗斯啊，去吧，心爱的俄罗斯、嗯、俄罗斯上好风光。行了，谈起我心爱的，别唱山东枣庄这点事儿，您忘不了了是吧？讨厌，我就喜欢这个。我到俄罗斯，我一看我痛快呀、啊！冰天雪地，高兴。哦、当地出那酒啊，那大瓶儿，高度的，对，四百来度，来吧，四百来度，喝，喝完了上警察局口骂街去。嗯，您这不是找事儿？好玩啊，多可乐！跟谁玩啊？他给我关那站着那笼子里边站着，站笼一站站一天，我很痛快。你别人旅游团你去了，你没我这待遇。废话，我比你们多玩一景点儿。您拿战龙当一景点了，这多可乐这个啊！什么可乐、啊？放出来，一人跟街上走，当当当当的当，当个当个当。不用配乐了，走着走有迷路的时候，找不着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林子大了，哪国迷路了都有。嗨，这怎么走啊？啊，我也很着急。您记住了啊，在国外迷路了找警察。对，哎，我对我来警察，嗯，劳驾，扫清道。警察也客气，啊，先生去什么地方？嗨。什么味儿这先生上那儿去 啊， 啊我呀迷路了，我回那儿、啊、我住，你看我写个条，这儿我怎么走您看看、啊、哦，您是想听真的想听假的？怎么着？真的怎么说，假的怎么讲？嗯、啊、真的100块，假的5毛，那俩价，真的100块，假的5毛，咱得听真的。对呀、啊、给了100块钱，是接过去乐了。我也不知道啊、嗯、不知道